我让你等我一会儿，你着什么急？ 哎，贾总，哎，你们结束了吗？我到了。你到了？你到哪儿了？你？大门口吧，赵安跟你在一块儿吧。啊，在一块儿呢啊。那就好，我主要还是想见见他。哎，这附近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馆，我们就去那儿吧，聊聊后面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可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来的。改天吧。 什么改天吧，人都在门口了。哎，贾总，那行，那咱们一会儿楼下见啊。<笑>我跟你说啊，你俩冷战可以，但冷战不能太厉害，知不知道？还有工作要做呢。 成年人谈恋爱，你怎么，这怎么的，各方面，你这得吸溜。干嘛呀？林亚，哎呦，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怎么也没给我打招呼啊？ 不好意思，赵总，实在是太匆忙了。哎，啊，我自己来吧。哟，贾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久等了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我在这里边发现一咖啡厅特别好。是吗？对。啊，这是今天我买的啊，就不能抢好不好？走走走走走。林亚。 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赵总，我还要去后期公司，那您忙吧。我不忙。哎，要不我请你喝杯咖啡吧？不对，应该是你请我才对啊。对对对，是我请您，但是今天真的有点……没事，我不忙，走吧。我有事儿，咱们下次吧，不好意思啊。 这世界很酷。